Ciao, Kitty. Chiaro? Ciao, Zé.各位同心，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要用130分钟，今仔日特别长啦吼，130分钟。我想我无要下课啦吼，若有需要，互个人做哩，安尼离开袂要紧。今仔即个是排，我等下，伊到3:40嘛吼，我歇20分，迄个美教授我着搁4点来上到6点吼，所以我今仔日爱有4节啦吼。我本来是一个四年前退休啦，吼，对我新老病，当上当董事长做7年，院长做8年，17年，拄仔是四年前退休。OK，好。来，我先问一下哈。那个有48期来上过课的，举手一下。48期，好，走，好，48期，好，OK。这里是基督徒的，哦，很多。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一张耶稣的一个门徒，他12门徒之一的那个给你们看。讲了袂啥认真了哈，没有关系，我穿插着讲了哈。哦，今日大家足侪我的好朋友，我大家拢足安尼知名度拢足悬的人了哈。屈就你们了。今日我们在这里哈，是大家来分享这些医疗常识了哈，分享。这中间我会穿插着，因为我们是高级班，所以我们那个法理哈，法理一定足清楚才会使。不能说，一知半解。上过高级班的人哦，你就等于要毕业了，要当民政府的官员哦。你的法理哦，我再给大家再复习一下哦，给大家看，你了解。无你若一知半解哦，叫人蒙连蒙倒去哦，就歹势啊。讲无使咱的受训啦吼。我即摆我都讲4年前退休，我吼。4年前退休的感恩礼拜，我的好朋友陈仲谋先生哈，博士陈仲谋，首任副院长，伊来噶迄个来噶在那个退休的感恩礼拜里面，他特别要来要和我讲话他说有一个民政府哈很好，叫我参加了。那时候我说老兄，拜托一下哈，我当医生哈40几年了哈，我不是民进党员。可是民进党来选举吼，我拢如头前了吼。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嘛。用北京话讲爱，爱也无够格。台湾话讲疼台湾的心，这确实，大家那么爱，咱迄个中国遐伊嘛就爱台湾的，伊爱台湾的这个地方啦，什么他都很爱啊。咱家的真正用疼台湾，吼。我就本来就我也无民进党，也无国民党，也无啥，所以我那个退休以后，4年前退休，我就过着我的那个退休。我甲陈忠谋先生讲，老兄，对不起啊，饶命，我要过一下退休的好生活了哈。不要你要叫我来参加民政府，我说我对这个吼已经警告他的插了拢上济，拢也无结果啦。我当时吼，带规去 WHO 去到位，我们都很多地方，我们都为台湾一直在努力啊，可是都没有结果啊，吼啊到啊，所以我就这4年来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我有一只小游艇吼，我每个礼拜开游艇出去外海绕2-3个钟头。我不是去钓鱼，我不会钓鱼，可是我是飙船呐。我迄样飙船，我迄只是台南安平港哦，我迄只走上紧啦，吼，我迄种走甲，恁若恁知影，若40节，你毋知偌紧无吼？我40节，我迄当走甲40节，70个吼，对，银行的伊知影，
啊，所以岸平那岸平的渔船呢，我跑得最快。那个船的，我是游艇，不是渔船的哈。啊，我过着这种生活，还有我找到一个投入了哈。我找一个没钱头路了，就是两个孙啊，一个小学一年级、五年级哦。啊，他们两个哦，我拢打扮爱讲讲起讲，他们两个哦，吃我道道。好、哦，你老公，我们不敢为老公吃我道道安尼啦吼。哎，阿公，我要骑马，阿你乖乖啊，啊，乖乖啊，你好坐好骑马嘛吼。迄就是做阿公，哎，迄个真快乐呢，哦，不，真快乐，唔是干那义务呢，迄心所心甘愿的啦，心甘愿的啦吼。啊，所以我过这生活过个足爽快啊，这种生活我说。我连医生都没有当医师工会，我也把他退掉了。我说我不参加了，我不当医生。这四十几当医生哦，我们能够任劳任怨哦，公家好听嘞，任劳任怨了哈。啊，随时无眠无日的哈。啊，安尼啊过来啊，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就是到一年以前，有一个朋友 mail 一个 mail 在美国的寄一张 mail 给我，他说这个你这一张给你看看啊，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那个蔡明华先生和那个王峰卓在圣地亚哥的一个那个演讲会了，就是咱民政演讲会了啊，中间有请一个那个来 sponsor 来对谈的一个教授，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哈、哦，他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主任教授，还有圣地亚哥精神遗传，他研究那个。genetic 精神遗传的基因哈，世界的权威啦，啊，请迄个来对下啦，哎，即摆啊，我看讲，伊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院士也是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啊，叫我看讲，这是阮大哥嘞，哦，啊，看伫遐咧对谈哦，嘿。靠，这个代志，真够当，我以前那么，我一直在台湾。拼命啊！现在我这边的公德政绩，我电视也不看，什么报纸我也没点，我通通不看了，我不管世事了。可是那一次又打动了我的心，真的有这个事吗？哦，阿丽啊，我就开始在一头栽入这个电脑里面，我栽了差不多一个月有，当天啊，就你讲，我很我的生活很规律了，我九点睡觉，早上四点起来了哈。所以我那两三个礼拜、哦、根本我都差不多没有睡觉了，我一直看，没了，一直没了。我说，我们以前努力了那么多、哦、真的这里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啊、所以我一头又栽进去了，一头又栽进去了、哦、来受训、啊、来家讲课、哦啊现在啊、我今天有脑精力一些浓缩的、啊、看你们高级班以后就是要当官员哦。啊、所以我和大家一起来商讨，我们要如何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头下嘛试很多失败呢，讲看嘛讲讲嘞，啊讲讲嘞讲，哇系啦，这边啊讲，真正刚刚上课完回去哦，会这样啦，你啊人家来跟你问一下先讲，这都对来讲吼、哦，常常会这样，啊我今天哦有稍微我的心得哈、哦，稍微整理一下哈、哦，啊看大家分享了哈。哦我今天呢、哦、准备的有很多的那个题目了哈、哦，要和大家来。我今天第一个要讲这个 H7N9， 这个是最近我们最夯的一个问题了哈、哦。哦，啊来，啊是讲319，啊是心脏病，啊是做而且 WHO 的是迄个世界卫生组织诶，啊是咱的华理总整理哈、哦，啊个斯里兰卡啊印度我去啊。义诊啦，我一摆拢去两礼拜，我去四摆，一摆两礼拜，足浓的所在去啊！我看大家分享那个，我照那个图片哈，和大家来分享哈。啊、这个叶克膜 （ECMO） 哦，伊的理论了哈。啊个 CPR 啊，罗素就是讲迄个我们的怪才哈，林博士，他以各美国的迄个记录了哈。啊，所以我。那可能两个小时也讲不完了，我其中抽一点出来讲了，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好。我今天先开始讲哈，那个我们现在最夯的那个，好 ，N 哈这个 H7N9H 哈 H
那意思是表示血液啊，哦，啊恩是表示神经呐，啊，哦，哎，啊来，哦，底下有讲哦，所谓 HCN 九哈是病毒的名称 ，H 就是 hemoglobin 就是血球凝集素 ，H 是血液的哈，啊 N 是神经，神经氨酸酶哈，哦，对，啊，倒位呢？这个 H 吼，拢总有十六型啦 ，H 拢总有十六型，啊 N 拢总有九型，哦，九种形态啦，啊，所以你一行配一行，一行配一行，你有时候 H 一，N 一 ，H 一 N 二 ，H 一 N 三，现在很多病毒，今天报纸有说有台湾有一个中了 H 三 N 二，有无？因啊，有无？哦，你若看报纸，今天就有一个 H 三 N 二。哦，所以这个排列组合吼，就是 H 有十六型，啊 N 有九型，啊，所以你看，你想讲这摆 H 七 N 九，伊意思就是讲 H 第七型的血液凝集素的病毒和 N 九 N 第九型的神经氨酸酶的病毒，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叫做 H 7 N 9的流感病毒，哦啊，哦啊，所以。会足侪种嘛，唔是？咱顶摆有流行那个 H5N1 有无？吼，啊有 H1N1， 吼，迄拢流行过啦。啊，即摆有，啊早我看一个 H3N2， 吼，啊，即摆咧流行的这個，就是 H7N9， 吼，这些大家知识爱知影一下吼。来，这个吼，这个流行感冒迄个毒素吼，这是属于了。迄，那个 subtype A， 迄个亚型啦吼，亚型的病毒吼 ，S 啊 H7N9 原本属于低致病性感冒病毒，仅在群间这鸡鸭鸟仔内底发现而已。以前未发现过有人感染的情形啦吼，以前拢也未有。啊，可是吼，一家吼4月1号被美国的报纸。纽约时报中文网吼，你4月1号，他报道讲上海两人感染这禽流感去世，啊，属实嘞，你3月就拢足侪啊，啊，迄个中国都拢暗讲，以前我们 SARS 的时候吼，吼伊嘛流言个死侪人了，啊，迄个 WHO 里边甲迄个讲，进去调查以后说，哎，你这个就是 SARS 啊，你怎么都不发表？有，我们准备要发表。哦，阿林啦，哈，哎，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啊。这一次是也是被美国这个报纸4月1号的报一报以后哈，伊无法度啦，乖乖啊，哈，今日偌济啊，明仔载偌济，是不是？伊就开始，好来，啊，这个吼，都是长江三角洲来对啦，哦，长江三角洲，所谓的长江三角洲哦，什么上海啦、江苏啦、浙江啦，哦，什么南京啦、苏州啦，现在皆拢属于咧长江三角洲啦。啊，这个 H7N9 吼，有一个足对咱足不利的所在就是啥呢？伊这个吼，病毒难追查，因为呐 H5N1 较早咧吼，迄鸡仔鸟若钓着安那死了了，啊这吼钓着佫袂死啦。啊，所以咱人吼，不会去发掘到它嘛，对吧？唔知道啊，你哪存前摆 H5N1， 哇，给它叫下咧死人，哎，我们会戒心，容易发现哦，就很快就可以晓得了，这个晓得哦。所以他说 N5N1 吼，大量死亡啊，这个袂啦啊，所以伊刚才伫迄个禽鸟间传播，而不能被饲养的会知影，啊是卫生部门哦，咱人去个发现。根本发现不到嘛，他没有死啊，你怎么晓得？哦，所以这个有它的可怕性哦，也可怕的所在哦。较早 H5N1 哦，鸡仔鸟咧死啦，咱人也袂钓，鸡仔鸟先死了了啊咧，这唔是啊，这伊也袂死，咱就会传染来了吼，嘿。好来，我要讲吼，这个吼。这个是有哪流感吼，咱普通的迄个感冒有分做两种，一种是普通的感冒，迄是细菌性的感冒，另外一种叫做流行性感冒。这流行性的是 virus， 就是病毒性的吼，就是病毒性分两种的吼，感冒啊，就普通什么什么黑了啊，小可流鼻啦，什么啥你说啊，那迄个
病毒性的吼，病毒性的绝对是安那呢，规身躯无力，哦，这第一要紧。哎呦，啊，今日个冷个呢，天个呢，发烧，哦，四肢无力，啊，脚手酸痛，哦，啊来的咳嗽，啊变作肺气薄气，对气薄气，啊就造成肺炎，哦，所以这是流行性感冒。啊，这个 H7N9 啊，是流行性感冒的一种哦，也是病毒性的哦，哦，啊，所以呢，所有的病毒的迄、那个。迄、那个传染吼，拢是即个症状，就是即个拄我才咧讲嘅，咳嗽、发烧啊，然后肺炎啊，来 incubation period 潜伏期七天。什么叫潜伏期？你今天得到病哦，你传染好啊，我今仔日拜六，我后礼拜拜六较会发作啦，啊，但是无一定到拜六，无得到后礼拜拜三。我们这个超三日到七日的中间才会发病，传染以后，超七天以内 ，incubation period 潜伏期就是叫他超一个礼拜了哈、啊、所以今天你去用传染着，无是唔知唔知啊，所以咱一个迄个对中国转来迄、那个，转来好势好势啊，啊几日了哇，开始咧烧啦，迄就是安吼，这叫做潜伏期了哈。啊，也肺炎，体温都维持39度哈，呼吸困难，啊，就是这个，这都是拢是流行 virus 流行性病感冒病毒所引起的症状，拢是安尼啦哈，哎、欸，好来，这有人要紧爱怎样的哈？这个 H7N9 哈，诶，传染哦，来，最要紧的只，就是分泌物跟排泄物。就是迄鸡仔鸟啊，迄个放下屎啦，啊是迄、那个伊个物件吼，迄个门啦落落来，啥个啥个，迄种个传染，啊安那传染，经呼吸道传播，穿气，吼、哦、会着，迄若有迄个病毒啊穿气，会入去就着，啊搁一项接触空气传染就是呼吸传染，吼、哦，啊搁一个接触传染就是咱去摸着啥，摸咧啥。啊了，懵懵的啊！这个手若搁提物件食了，啊就提了吼。啊，所以这两项传染途径，咱来知影。若知影了，啊，要安怎预防？哦，对，洗手啊，跟挂口罩安尼尔嘛吼。来，伊这个讲，直接接触传染病毒经这个毒污染的水而感染吼，水啊，伊嘛经过水啊流来流去吼，啊所以即卖即个较高危险的，就是讲咧从事即个抬鸡仔鸟的，啊即卖足啥物咧？迄伫菜市啊咧卖迄吼，迄即卖拢提早，本来到七月较要禁止吼，后礼拜就讲要开始，迄个菜市啊，迄个咧抬鸡迄咯，伊都袂使卖啊，都不能卖啦，哦，因为这个 H7N9 来了吼，下个礼拜就传统市场的那个杀鸡杀鸭的那个都不能卖了、哦欸、下个礼拜都不行了、哦。来、啊，道明刀台，太太出来卖啊！啊，来，这张我要讲就是讲哦，伊这个吼、哦，这个是拢候鸟，哦，伊飞到底，啊，对，伊经过长江三角洲底下休困，啊，咱台湾有哪危险呢？咱伫台南迄个七股遐吼。哦，遐也是一个站啦，啊，礁溪遐是一站候鸟咧，迄个所在拢有危险性啦。哦，啊，即摆阁一个大危险就是吼、哦，中国嘅房客，哦，一日几千，5000嘛吼、哦，啊，敢是5000啊7000啦，我也未记哩啦，7000啦吼、哦，哎，遐人来你那个真的很可怕呢，真的很可怕。来，伊个结论就是讲。候鸟迁徙将病毒传播到长国长江三角的可能性最大了哈。好来，这对面这免看，刚才看讲疫苗研发期通常需要6到8个月，哦，要那么久才制造得出来哦，不是讲好了哦，嘿，啊要做唔做？这边国光讲要做啊，吼，啊头我讲唔做。是安那嘞？啊，若万一无留言爱做遐，伊就破产了。哦，
啊，若叫来吼，伊做个，哦，会冒死啊，趁足济，迄份来爱输赢啦吼，因为万一若无来，伊做起来，迄制造的钱，他就迄倒闭啊吼，哎，所以他发表说大概是到啊，在是八月开始出来了，疫苗八月开始出来，不啦，这个。无，迄跟美国的合作，跟美国合作，这个国光这间公司跟美国合作在做，安尼会较紧。他提供美国提供技术，伊来出成本安尼啦。啊，这是我简单甲统计，即几日吼，从迄个四月一号，吼、哦、有讲两个了吼，啊四月六号就十八个啦吼，啊其中六个死亡，啊四月十一变三十三，啊十三变四十七，啊四月十六。到四月二十几点是昨天哦，到112个，其中24个啊，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中国的发表，哎、欸，这拢中国啦，台湾干了一个尔啦，哎、欸、啊，这我是认为哦，不止了，绝对不止了啊，因那上下讲白话，他不实了，哦，不晓得呢，大概因留言啊足厉害啦，啊，较袂讲，哎，是叫就是刚才讲四月一号美国那个报纸一报啦，他才报啊，不然他你说那个美国的报纸不报哦，他一把是讲没有，我们都很好，管住的很好啊、哦。好来，这个咱来讲这个首，这个吼第一个吼，这个53岁的一个刚从苏州返台的人哈，有高血压。阿姨在江苏在工作了，并且长期来往江苏与台湾。啊，三月礼拜到四月初到，伊拢伫住伫苏州。然后他九日对苏州去上海坐飞机，登来台湾。他说他没有接触过禽鸟，没有食用过，因为这边猪脖色的鸡卵啦，还是猪脖色的啥？这几日啦吼，那些猪脖较色的啦吼。哎，有影啦，这是大家安尼，唔是讲个啦。但是你要，既然晓得以后，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哈。东西让，尤其是鸟类啊，啊，鸡鸭啊什么，不要吼，伊都讲猪脖色的现象，猪脖色迄个病毒呐，有诶时也过会传染啦吼。所以猪脖色啦，啊，尤其是鸡卵啦，啊，两个卵糠哦，迄种有时候会着那个外面吼，迄有呐就要紧吼。来，阿姨哈，一坐到顿来哈，今次先坐到顿来。九日由上海哈返台了哈，啊，顿来都好好啊，伊个一个伫伊个潜伏期内底，要袂出来啊哈，啊，所以到十二开始都发烧啊啦，哦，坐到啊，所以大概差不多坐五，大概哦七日大概是坐五，对。哎、欸，初五啊，到一礼拜后十二才开始发烧啊！啊，伊初九要回来，根本都唔知啊，因为好好人回来啊，吼，好好的人回来了，啊，就到那个私人医院去看了哈，啊，看完哇，继续在烧了哈，啊，就转到台大去了哈，这是台大医院了哈，转去台大，哇，台大医院哇，真热呢，为着这吼、個，你看急诊的病人。啊！急诊的工作人员几百个啊，七八百个啦，是啊！啊，遐大家拢有接触呢，啊，大家都头壳惊啊呢！你去，你嘛去一日多底啊，啊，无得看去一日空气，你嘛去要钓钓，你也不晓得啊！你是啊，就是这样哈、哦，哦，啊，这个很奇怪哈、哦，他到24号哈、哦、才最后确定，他这中间验了2次呢。都没出来，因为这道的病毒量很少啊，唔难看的病毒量很少呢。这道的变动哦，足厉害。哎、欸，伊即卖台大今天发表讲哦，可能比 SARS 的死亡率还高。SARS 死亡率差不多8-10%嘛，啊，讲这个死亡率，我想是要个零啦，因为咱家个一个人还不死啊。可他说到比 SARS 还厉害，差不多 10% 哦，10%。十个死一个，差不多安尼啦，吼。好来，吼，啊，即摆就开始台大都大紧张啊呢。迄个接触者139人，啊，这密切接触者是3人，引导的人啦，吼，啊，引导的人就很密切接触啊，啊，一般接触者20人，啊，有已经超过7天的，
我迄度，哎呦，去你鬼啦！啊 ，OK 吼，我免于这个黑啦吼。啊，来，医院的工作人员拜礼啦。哦，伫急诊遐啦，啊，四个人有超过啦，啊，三个人无佩戴防护口罩啦，讲啊，大家发烧佩服防护口罩，吼，哦，啊，迄个最终24到24啦吼，四月24，啊，那到27，到今日有的就讲啊，好佳哉，我无着啊吼。但是，另在执行照护工作时，有三人出现上呼吸道感染，而且唔在西啊，唔是了，都差不多，无得个去钓啦，啊是普通的感冒，啊是普通其他的迄个流行性感冒了吼，唔知啦，唔知啦，哎，来，这个吼，这个我用这张的是较早的伫中国的，我要和各位强调一遍，就是讲，这个伊的症状就是啥？全身酸痛、无力、发烧，哦，安尼，啊，甲前来医院啊去诊断公司啦，吼，所以一定是对于发烧开始，吼，啊，我拄好才讲个流行性感冒的特点，就是规身躯安尼无力，哦，无力啊，骨头酸痛，啊，无力，这是伊的特别症状啦，吼，诶，那干发烧啊，那无这个无力吼，骨头那没有，大概不是啦，它都会合并着。那个没有比较，好来整理一下哈，这个 HCN 告哈，潜伏期大约多少在那几了哈？几礼拜来嘛哈，头下几礼拜了哈。啊，那超过七日，今天台大个讲可能到九日了哈，伊可能啦，因为这个足厉害嘞，伊用迄个客流感甲治疗，哎，都未好嘞。个一继续咧严重咧讲，哎，害啦！啊，个这个有啦，有药啊啦，客流感的治疗啦。但是吼，伊这个人拢差梗，啊，客流感是用食的，啊，无法度通食，袂法度通食。啊，讲开始要个对美国进口迄个组的打针的啦，打针的那个药，那个客流感是用吃的吧？啊，虽然有吃，可是还没有效了哈。来，那个我们要讲说，它的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啊，跟接触传染，对不？哦，这两种传染呢，啊，来如何防范？这两个呢，哈，一个是口罩，迄个口罩，迄个 N95 哈，我今天大概有哪有做？好吧，今天迄个较平常贵个啦。哎，足好呢！迄戴迄吼，那也要多戴一点钟吼。那我多戴一点钟足好个啦呢。即款迄个 N95 吼，啊，可是我要来讲，即款也免，哎，戴一般的口罩就可以了。一般的口罩叫做外科口罩，哦，一般的外科，我有写一般外科。啊，什么？咱去 7-Eleven 买，咱去 7-Eleven 买，这个就已经够了哈。这个，唔免挂这呢，挂这嘞哈。这穿开就足歹穿，因为它那个病毒哈，绝对袂过。啊，因为伊这个就会当防止啦。这种外科口罩就可以防止那个 H7N9 的那个病毒可以透不过去了。哦，唔免用这啦。哦，这试看嘛，这呐挂有七点钟吼，我讲啊，你搞，足艰苦，因为现在呢，迄空气那个过去的量啊，很少吼，哎，这个两种啊，就你们 7-Eleven 买那个，你甲讲一般外科口罩，哦，就是这种一般外科口罩，这小小伊在两个唔在贵一样呢，这款的口罩就够了吼，哎不。哦，两个，迄7-Eleven有人应该拢有咧卖啦，吼。好来，啊，搁一项咧，挂口罩，啊，搁一项咧。哦，对，香香叫袂记哩。正确的，吼，啊，这么差咯，吼，我还记得讲拜托咧，你洗手吼，哎，20秒以上啦，要洗20秒，那无简单咧，咱拢凊彩捉一个尔，都免5秒咧，咧流行期间。请你洗手要超过20秒，
啊，就迄个洗手液抹落，啊，他们个捉来捉来，什么什么什么擦揉棒，什么双手，你怎么规个个安尼啊，捉来捉去，然后捉个较久嘞，二十秒把那个病毒洗掉去，洗掉去，唔是要死哦，甲洗掉、洗掉而已，排哦排除掉哈，诶、哦，记得，所以那就 H7N9 要紧的，就是挂口罩，脑流行啦，挂口罩，勤洗手，好不好？都 OK 啊，哈、哦。诶、欸，啊，进台湾都唯一那个类，你啊，村里唔在死啊，唔死，迄三个护士吼，唔在死，诶，脱过关啊未？唔在叫感染着啊未？因为那个这次的病毒量是很少，传染人传人的感染力很少，哦，人传人啊，所以啊，未可能，可能啦，希望也是可能啦，可能未大流行啦，哦，可能不会大流行。这是咱即卖吼，那恁即卖恁讲讲的即个法律，恁后壁即个知影吼，即个流啊 N 吼 N 九啊 H 七即个吼，即个咱拢知影吼 ，H 七 N 九即个咱拢知影吼，啊要伊是安怎来啊？啥啊要安怎预防吼？即个大家拢诶，你来遮上课，你等于都啊，你知影这個你就 OK 啦吼。好来，这是第一个，我拢总十三四个人呢，但第一个尔。来第二个吼。第二个，恁较毋捌看到的啦，要报恁一支竹仔尾，报恁一支竹仔尾，三一九，这个是很较早啦吼，这2004年3月19，吼、哦，啊，你知影咧讲啥啦吼？哦，2000，我原来为着这偌惨呢，我原来偌惨呢，我调查局啦，啥物啥甲调到呢？啊，我就在场的医生嘛。我迄阵是台南市医界联盟的，我迄阵医界联盟吼，普通医界联盟是医牙药，啊，我迄阵我加护士、啊检验师、啊护制生、药剂生，什么拢七种吼，啊，迄、那个检验的什么都搞的，有一个医界联盟啊，我虽然不是民进党的，不过我还是当他们的头领导了吼，啊，当面的话我也。就拢安尼吼，那时候的我是这样的吼。啊来，啊三一九是安怎个去调我呢？即个两位拢有甲调过啦。曾调会一个王插风啦，哦，恁看迄个中间迄个是清气的清啦吼，哎，好，即个啦，啊甲调过啦吼。人伊用这個料做法务部长呢，哎呦，哎，啊来，搁一个。叶什么叶插如是，迄里中间迄里是啥？崩，哦，崩啦，方，叶方如，恁知影叶方如这个人无？是安那在你对？啊对啦对啦，到日本去安那，去搞迄个公，甲讲，你吼、哦，你等个阿边啊，啊我互你，互你无代志，哎。啊！伊就转来叫伊讲讲啊，拢阿扁啊，提过烟啦，什么啥啥，啊，你人无做啦，就是这个啦，这个走去日本，哎、欸，啊，这个啊甲调呢，这个嘛甲调啦，哎、欸，拢甲调，因为是安那，你也看这个，这是阿扁啊，多，哎、欸，伫大仔骹吼，有一个11到12公分的空隙，哦。啊，这个空隙吼，这个空隙对皮肤层、表皮、真皮来脂肪层，脂肪层个里面是迄个腹膜，无到腹膜，我检查是干呐到脂肪层尔，啊，所以无入去腹膜，个里面就是腹内啦，啊，伊无入去腹内啊，吼、哦，好、哦，这用较大嘞，安尼啦，哦，所以有个人就是讲。嘿嘿，啊，无要翕 X 光啊，什么啥，就咧天啦，啥啥，嗯，啊，都敢若伫外口尔，要翕什么？有啦，到尾有搁翕啦。我等下讲迄个经过，互恁听啦。遮几个三个医生，啊，一个护士伫遮尔。即基米的副院长李浩贤，啊，即个是迄个台大耳鼻喉科医师简雄辉，哦，啊，即个是。庄明雄，因为是安尼，我较会伫安尼。
我一届联盟的主席，啊阿边的车，啊我是对伫后边的车嘛，啊我头也嘛唔知影讲啊为什么怎么阿边也走无去呢？我对较无去啦，啊用电话来讲，哎、欸、阿边也在奇美啦，我怎赶入？我怎赶去？我怎随赶去奇美？这张在奇美会迄啦，诶，好、哦，迄，哦，咧天啦，啊这个第四个礼拜是这个。就像这名人呢，对，詹启贤，他去理华刚回来了哈，工地料啊，不是，哎、欸，伊讲剃头剃掉，你要看咩？我无讲啦，我无讲啊，伊剃头要转来了哈，安尼啦，啊，所以为着这，哎、欸，这相片哦。唔是我翕的，我迄阵靠，咱迄阵也无手机啊，通翕也无啥啦。这是拢真调会好我的呢。去甲问我讲，哎、欸，啊，我都安那安那，哎、啊，伊讲啊，有人检举你说你这个刀是你甲画的啦，哦，安尼啦，有人检举安尼啦，讲我去作假，甲画迄刀的啦，安尼啦，啊，所以硬要调我啊，哎、欸、啦，但啊，我做一个外科医生吼、哦，我关于这枪伤吼，我们就要首先要看枪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哦，这我因这拢耳鼻喉科的，不是像我这正外科的。我讲，哎，来，我来检查看，安那入来，哦，啊边也前染吧，染吧，一空，哦，有啊吼，染嘛空哦，虱子一空，内衫一空，正边啦三空，刷落去对底去，对巴肚去。麦多，我迄吼，我当时我随个判断，这个是枪伤。你若炮啊伤，迄空嘴脆脆，哦，那脆脆的，那个伤口部位很 well defined， 很齐嘛。啊，那刀伤呢也是这样，可是枪伤和刀伤有一点不同，就是枪伤的那个周围吼、哦，会稍微有 burn， 就是烧伤的迄、那个小块小块烧着，迄都要真注意来看，啊，要判断迄、那个。我底下个讲啊，枪伤，来，啊里边三空，这三空啊，目倒过，即卖过来这边我检查吼，迄、哦那个无，即迄个内衫一空，啊是嘞，啊一空，啊染嘛嘞，无空，啊我，对来，啊迄、那个我讲，哎、欸、呀、啊、这边个无空，啊边个讲，啊大概我咧挥手吼、哦，我咧挥手。哎、欸，啊，开起来啊，所以人这个人拍的是过去甲李秀仁的卡，哦，伫内底讲诶，哎，无影啦。啊，唔着，啊，你讲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着了啊，啊，拢停了啊，讲哦，啊，着，啊，你枪就是一粒枪支，对，拍着伊了，目倒了，啊，去拍着李秀仁啦，吼，哎，啊，你当时的结论是这样，啊，他了着上去，翕片是讲啊，翕片啦，就讲翕片看有其他诶，啥物变化无？X 光在翕来，讲，哎呦 ，X 光的正地方，讲一粒枪支啊，在 X 光片中间，哎，你放在这里照，也是在中间；放在这里照，也是中间。翕来伫底呢，你染吧来底。哎，啊翕来讲，阿姐，哎，阿哥判断讲，这个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身体里面。快了。安尼你听有啊？吼、哦，啊，搞到落，啊，搞到落，即摆来惨啦！唔是，啊，李秀仁咧，李秀仁怎么受伤的？丢，另外先，啊，高会长赶紧打电话去那个吉普车，再去找，啊，家仔都找唔到了，啊，所以，哦，唔是一粒尔啦，是两个了，哦，迄粒伫车顶去找到。啊，迄毋知算好运啊，歹运啊！阿扁啊，伊迄吼，伊若球到后壁咧拍袂着，伊无得个选袂着，无啦，无得个选袂着。啊，伊若拄到头前咧哭咧看，晓得？哦，啊，这就是人有迄命嘛吼，命有迄总统命，啊，就是安尼过咧选举人，要民进党要选赢国民党是无遐尼简单呐，无遐尼简单呐，无遐尼简单啦，吼，有可能啦，咱嘛也袂当有但讲是以前的观念啦。咱敢来当讲，有可能就是大家咱台湾人大家
觉醒起讲，好，哇，个阮一总统叫用 Q 个很点，硬硬大细嘛叫来个等吼，是安尼啦吼，这是迄个阿扁诶三一九，啊，马英九丢掉吼，重新再调查一次，哦，三一九去重新调查啦，马英九迄个空班尼丢掉啦，这控诉诶代志嘛，啊，我调过那班，啊调调掉了，搁调，讲重新调查，嘛是搁阿调，调查就搁调我，我这几个啊人质啦吼。哦，啊，这这填料，填料，国安局的啦，什么啥啦，好啊，嗯，啊，这你，哎，兄弟，我好啊，人家国安局的啦，这这不是不是啦，说迄个总统的侍卫队，啊，什么人？无啦，王庆峰伊准靠有咧，这现场嘛，现场呢，在奇美，啊，因为迄我是新罗医院的院长，啊，这是奇美的场，啊，所以阮伫迄内底决定讲，啊好。那个四点，我们召开记者会，哦啊，您去，您来去，哎、欸，伊的场嘛，不是我的场，啊，所以我当走，啊，出来到外口，哦，拄到苏南贤跟迄、那个，迄、那个像的迄个电视迄、那个王柏如，哦，对哦，两个讲，哎，庄院长来，我叫我去台下顶，啊，讲啊，你看的结果是啥？啊，我不是咱做人的，不是我的场啦，我袂使想讲咧，我跟他讲哦，我去你台下顶。讲阿扁啊吼，皮肉之伤，吼、哦、无生命危险。等下四点要开记者会，安尼大家请放心。安尼我甲他讲安尼啊，哦，咱这有分寸，迄别人的场咱袂使。哦，啊，迄若我踮遐后壁讲咧，讲嗯啊，这毋是你的场，你踮遐。迄若伫阮新老爸，我就哦，伫外口我就大细声，来安那。啊，四点要迄个记者会呢？结果吼，毋知是安那咧。请到六七点呢，哦，啊，这是讲你做假啊，国民党讲你咧做假啊，你造假啊，我应该很简单的代志，你是安那四点要记者会，到早上等下到早七点个记者会，啊，所以引起什么小护士啦，什么啥啦，啥一大堆哦。无啦，啊，遐都干那一个护士尔，啊，搁三个医生伫遐呢。拄我遮，你有看到现场嘛？欸，这相片毋是我的呢，是迄个征调会给我的呢。因为我也无翕啦，因拢应该拢有你也知。啊，嘿，很厉害，啊，甲。啊，这料啦，因迄、那个这因伊的保护啊，国安局啦，哦，这个是四位队长啊。啊，纯这这毋知啥人，因这落总统府的人咯，开始互咧要甲看要安怎发布啦，啥物啥啦，迄、啊、我是敢若知影这段啦，有关有医疗的代志，我较知影。啊，纯咧拢死掉记者会啊，无啊，没有记者会啊，到七点才勉强一个记者会啦吼。好，这是迄、那个，互大家看者讲，那阿扁啊，迄个受苦的情形啦吼。好来，我安尼两个安尼，今仔讲袂了，不要紧，讲到对了，咱慢慢来，咱也无赶啦吼。我即讲这心脏病吼，我是要讲现在当咧流行的，要互咱一个提醒吼。即摆的心脏病是到底是啥物事？跟古早的心脏病无同款哦。古早的心脏病吼，我讲哦心重大吼、哦，咱较早细汉的时阵吼，我即摆也七十多安尼吼。哎、欸，少年七十外算少年啦，嘿、欸，啊，当然要搁拍拼呢，刚刚要开始搁拍拼，我原来许安尼三四档哦，过好生活，过了就无栽了袂使啊，为着台湾哦，为着台湾爱栽落去哦，哎、欸，来，我即卖讲吼，来讲以前常见的心脏病吼，什么心脏肥大啦。风湿性心脏病啦，哦，啊，搁什么二尖瓣，左二右三啦，吼，三尖瓣狭窄啦，二尖瓣狭窄啦，啊是收缩不闭锁不全啦，吼，拢这边啦，哦，来闭锁不全啦，吼，来高这占90%呢，上久啊，来，这是迄个以前哦，这是咧讲以前哦。90%的病拢是诶，啊，差不多少少啊，古早咱迄阵是，我们那时候
根本心脏病没有在讲什么什么什么冠状动脉啦，什么成根啊啦，现在以前没有，以前哦，以前那个 10% 只有 10% 高血压九成都是在讲心脏肥大啦，啊什么心脏大啦，什么先天性的心脏病啦，是不是？以前的讲的90% 都是在讲这个，啊只有 10% 在讲，啊。二尖就是心房要过去心室的所在，左边的是二，啊右边是三尖瓣，而且心房要去心室的所在，迄个看是开了较开，还是开，还是血流袂过，哦，闭锁不全就是血流袂过，啊，迄个是开去就是迄个哦，闭锁不全就是安尼关袂吧，啊，咁歹过去安尼吼，来。现今常见的心脏病，都两个都变过来。现在的讲，现在在讲的那个，现在在讲的那个心脏病，完全是在讲这个心脏血管的毛病。今天他很少听到什么，有是有了，很少了。什么二尖瓣狭窄、心室肥大，现在有是有，但是很少很少哈，很少。即你那嘿免上操啦，你那转去吼，啊看伊的迄个网站吼，拢会出来，嘿，拢无啦。我们演讲的现场吼，因即拢有录影，啊到时放伫咱的13期的迄个内底，啊你甲看 A 教室，啊 B 也有啦，我等下要去 B 讲啦吼，啊拢有拢会出来吼，所以简单来下者都免得较操上嘿啦吼。啊来，即卖即个90% 最近的心脏病拢咧公家啦，即、这个。讲我这冠状循环，心脏这个冠状循环，是安那个叫做冠，这个冠状是什么意思？来，咱就有个大动脉啊，血管去上去四肢啊，等于是心脉入来。啊，这个心脏本身有一个循环，叫做冠状循环，就是遐血管啦吼，遐血管叫做冠状循环，哦。现在的毛病都出在这里，好来，这款病吼，这款冠状的吼，两种病呢，第一种吼叫做夹心症 （angina pectoris）， 就是夹心症。咱那讲夹心症，哦，我们说夹心症，什么叫做夹心症？什么时候叫做夹心症？是安那个造成夹心症？夹心症就是这个血流过去流无够，不是袂过，无够。啊，若袂过，迄就个大代志啦。夹心症是咱流无够，啊了血吼，伊条血经流量不够的时候，就会闷痛，吼、哦。哎呦，迄、那个电视咧做吼，啊赶紧。摕一粒药啊，吼，啊感的，啊导演吼，若毋知影，讲搁配一杯茶落，啊安尼啊呐，啊毋着了了去啊，啊等下我讲，你这杯茶配了吼，变30分够好啦，啊你若卖一杯茶，甲感染舌下吼，2-3分钟就有效啦，啊你一杯茶搁啊啉落吼，30分钟以上才有效。哦，你知影无吼？啊，所以换着迄电视咧做，然后迄落外行的吼，哦，啊，讲到配一杯茶吼，啊，迄外行的配了都半点钟够好啦。咱的舌下吼，哦，有时拢叫做 nitroglycerin 迄个硝基甘油吼。我有哪有炸嘞？即个吼，叫做硝基甘油片吼，这个感染吼，伊个血管的急速扩张。啊就好去啊！哎，一粒仔，这个内底一粒仔呢？哦，伊这个作用哦，是由那个冠状循环急速张开，哦，啊，急速张开，心没有是夹心症，哎，心没有是夹，咱讲夹心症就是血流了无够过去尔嘛，迄就是夹心症啊咧。啊，即卖呐，这个感染，啊开，啊唔得，都好去啊！啊，所以这个夹心症哦，应该差不多5分钟的工课尔咧，未足久。你甲坐咧休困，还是倒咧休困哦，随好，
水好，哎，贾先生就按着水好啊，吼、哦，哎，唔能够搁甘药啊，搁配水哈，啊配水了，半点钟够好啦，吼、哦，未水好啦，哎，啊，这叫做贾先生啦，两行了，今麦咧讲观众喜欢两行了，两行，第一行就叫做 angina pectoris， 就是夹心症，哈、哦，好、哦，来夹心症叫做心绞痛，第二行叫做。急性心肌梗塞，哦，这个哈、哦，这个在中文翻译叫什么？翻译做梗塞，什么叫做梗塞？啊，大家不要讲脱掉了哈，啊，心脏的肌肉对去脱掉了。嗯，这个梗塞的意思哈、哦，是讲较简单的就是死去啊啦，那肌肉死去啊啦，不是脱的啦。哦，翻译这个梗塞 infection， 英语做 infection， 啊，翻译做梗塞，大家听到嘛，讲去读的，唔对，那是心脏的肌肉死掉了，哦，那叫做梗塞了哈。伊、哦、这个 infection， 这个 myocardia 就是心脏的肌肉 ，acute 是急性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 M A M I， 哦，我哋病人咧讲啊，迄个啥，迄个 A M I， 啊，那讲到 A M I 就是咧讲。急性心肌梗塞，哈、哦，啊，迄、那个梗塞唔能想讲是塌的哦，是死去啊，是安那死？这个所在塌的，啊，这回无来，啊，上久头啊就夹心症啊，啊，随后去，啊，即卖，一礼拜后过来，我愈来愈厉害，厉害到血拢未过，迄、那个安那死去，迄、那个心脏的肌肉死去，啊，迄、那個、叫做安那。啊心肌梗塞，哈、哦、，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哈、哦，这就是安尼哈，心脏病跟他讲这呢，啊，是安那个去死，中间一节塌的嘛，哦，中间一节塌的，啊，咱即卖医术古早无发达啦，即卖医术发达啦，对塌的啊，都甲剪开就好啊，哦，你认为总统嘛剪五六支啊，哈、哦，哎，啊，要哪剪？好来，拄啊，只咧讲到夹心症吼，夹心症伊就是干呐，迄个，最简单讲就是，像我拄啊只讲咧，夹心症就是血流无够呢，吼、哦，叫做夹心症，血流无够叫做夹心症。啊，若过去安尼一个固定了，一直无去，一直无来，遐肌肉死去啊，叫做 AMI， 急性心肌梗塞，吼、哦，急性心肌梗塞，对，接着吼这。所以这个案例大家知影，哦，啊，心肌梗塞就是了，规粒啊死去啊，哈。啊来，啊要哪，这行，这要哪诊断了哈，要哪诊断？大家爱做一个详细哈，知影看这要哪诊断哈。第一个，心电图，咱日本时代叫做 EKG 啦，哈，哦 EKG， 啊，这个日本话这个 K。用作 K 啦 ，electrocardiogram K， 啊那英语是写 cardiogram 的是 C， 啊无，唔是，这个心电图啦吼，好来，一张安尼你去做，你去做心电图，这即卖咧做足简单个啦，你平时都免三分钟就给你做了啊吼。啊、来，啊，伊甲你做来讲，你的心电图正常，按、啊、标示一下，你的心脏正常，敢是？唔知咧，一张正常的心电图，并不表示你的心脏正常，是安那讲？啊，你静都无咧压啊，哦，没有发作，哦，我大概是没有发作，所以你那个做那个心电图。正常的心电图没有发作，没压起来，啊，知道啊，所以你讲，我去做啊，心电图正常啊，啊，我的心脏很好啊，鬼怕掉啊，没影啦。一张正常的心电图，并不表示你的心脏正常。啊，无变啊，变变哪办？伊没压，甲用压。对啊，即摆诊断就是安那，你甲用压，啊，变哪好压？恁知道对，全没有，就是好走啊，有啊，
一个他车，咱叫做他车心电图，运动心电图，运动心电图的意思是咩呐？啊，你心的心电图好势好势，啊，互你走看卖咧，啊，拄啊举起来，啊，拄啊咧做你的，迄个心电图，啊，你也对啊，你对有毛病，看会出来，哦，这就是咧做这个，咧甲雕工个好牙啦，让他发作，哦，而且我先讲一下啊。那个，我奉劝哦，65岁以上的人哦，不要做慢跑。你头毛咧气血，这个理论你哪知影？你走咧走走，心脏病牙。哦，你哪听有无？哦，那个原因，啊，咱这运动心电图都去照照照照。你在照的中间，他就心电图一直在做，啊，所以可以抓到你的发作的。哇！他走到喘到要死啊！伊到一个血压到多少，他就会停止，就好好不跑了，不跑了。啊，可是压个抓不到啊！啊，要安那？无再跑再跑倒嘞！迄个做迄在医生里边啊呢，护士当面啊是危险呢。那个有时候会真正倒落呢，哦，真正发作了。啊，真正发作，你无伫边啊救袂赴啊！嘿嘿，我都无想你做个事。讲到这话哦，我们台湾哦，啊，看老一辈的人哦，都这样的，这一个足坏的习惯就是，一个还价哦，啊一直都无开啦，啊我啊无倒来，袂使，只要倒来就一直去啊，我啊硬甲吐个坐咧啦，我讲无事哦，吐个死呢，你讲，让他躺下去以后，他的血液很快就可以流到脑部来。啊！可是我那个老人家的那个习惯说，别再逗了，逗了，逗他等死，啊，就把他我跳了，啊，卡个吐了，我干嘛这个死啊？现在呢，我们常常碰到这个呢，我们常常碰到这个，我哎呀，啊，对别人说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这别再逗了，逗了就去啊！我你，冇，我叫你逗了，忙当面忙讲，来，听话，听话。紧落倒嘞，啊倒嘞吼，会呢老嘞，啊来到 ，OK， 好了吼，这是我顺便就这个话讲一下吼，很多那个以前我们古老的方法吼，唔对吼，迄个那是什么病？那有什么啊？比如说在教会做礼拜，有很多老人家啊，忽然间哦啊，一直唔知人去，嘛有人要查，我讲哎，你应该想这个。你边啊？我就伫教会啊，伊也都倒了呀，我就当边啊个，然后倒了看嘞，免一两分钟伊就个，哎，完啦。哦，嘿，有专业判断那个盲妹讲，妹一直较自觉，啊，但是较看，一直唔知人，啊，这妹一直用是表示你的血液哈、流到脑一直少，啊，你然后倒了，当血液量够了，他就马上恢复了哈。好，来，阁有迄个心脏超音波啦，吼，嘿，心脏超音波啊，这就较专业的，啊，个心脏超音波哪个切袂出来，啊，个过来有 Salim test， 这叫做陀树迄个，即卖吼，甲注射入去，啊，互伊注射入去，啊，互伊当迄个有哪做心导管，啊，甲注入去心脏冠状循环呀，啊，互伊看入去，啊，偌久的吸收掉。啊，你那是有毛病，它会吸收，它会流得很慢，啊，就吸收慢来判断讲啊，它这个地方有问题，吼、哦，用安尼啊，慢慢吸的，这是种，歹势啊，用我吼、哦，这规身骨干，我有那真认真讲呢，啊，歹势，我停者。今天就聊了阿弥陀供是插在对呢，插在什么地方？我们血不是血管有两种，一种是动脉，
一种是静脉，你插在动脉还是插在静脉？啊？咱是要诊断心脏的啦，啊，所以你插到静脉去吼，袂当入去到遐啦，啊嘛熬破，静脉薄薄啊，啊动脉吼较厚，哦，啊所以插对，唔是咱咧注射迄条哦，咱咧注射迄是静脉，爱插动脉，有人住街边，哦，一条大动脉，啊是咱手遮有一条，哦，啊一条迄个桡动脉。桡动脉，哦，来，哦，啊，这条讲哦，啊，一直推进去哦，从血管动脉哦，一推到心脏进去呢，哦，啊，推到心脏以后，又到那个冠状循环呢，哎，别听了，没听了，那个血管那个里面不会痛，哎，啊，伸上去到心脏里面。心脏以后，它那个有那个电视嘛，可以看。啊再弄到那个冠状动脉去，啊入去，啊入去，啊了，咱即摆药啊甲塞落去，吼、哦。啊迄个内底吼，那个管进去是空的嘛，啊所以你那个把那个药打进去，它就进去。啊进去以后看什么？看你那个血管有没有塌掉了，有没有阻塞啊？哦。哦，这是迄个心导管的机器啦，哈。哦，啊来一条杠安尼，好来，啊这边你看，伊那个一直插进去，插到这里哦，哈，插到这个冠状，哎细条哎，插到那边去以后，这边要诊断哦，都只得讲哎。啊，即、这个迄、那个运动性症做起来都讲，小可对有毛病，迄里也出来，大概对。啊，你进去以后，把那个药一灌，他所有的血管都出来。啊，对是他去塌的，看得出来啊，就是哦，这张病就这看拢无呢。反正就是他，你那个药一打进去以后，他会有看到一个地方比较较狭窄的地方，哦，安尼。他就讲啊，诶，即个有的人吼，一做心导管以后，那个肩开吼，诶，一个人好去啊，因为遐缩个遐拢规规好去，有的人会这样，哦，以后就不痛了。啊，如果是看到有狭窄的地方，阿边阿板，啊，即卖个各个对迄个梗内底吼，佮抽出来，佮起再有一只小小的穿进去以后啊，放到那边以后。轮流大家看一下这个，那个就把这个剪啊哈，一条小小的嘛，对不？你好，你把它推进去那个狭窄的地方，推进去以后放着，然后把栓子一栓开以后，它变成这样。啊，恁看有无？啊，迄、那个所在哦，这个剪起来了，好像本来的病是什么？那边狭窄啊。啊，你这个来，这个是。要治疗以前，哦，要啊，那么小的地方狭窄，你把它捅离到遐，啊，怎啊坑嘞？啊，个拍开，迄条筋啊，吼，拍开个，啊，当肿个血筋了呐，筋开，变好啊。哦，心导管要放支架，哦，这叫做支架。啊，恁参观迄、那个，要入去，两个做去看，看有啦。第一个是小小的，啊，你对咱即卖会知影对一档嘛？啊，有诶讲，我藏三块，啊，我藏几块，啊，你着三位塌的啊，算免藏三块，哦，啊，你老塌都免藏啊，吼，啊，来，恁这大家轮流看者，就是安尼，伊狭窄的地方，你把这个放进去以后，啊，伊着卷起来，啊，卷起来着，卷起来安那，变着好去啊，哦，变着好去啊，安条吼，心导管在藏支架。就是这个原理哈，反正你嘛，大家爱知影。我来讲，哦，控制架，控制架是咧控制支架，你若无听，你也唔知影。迄、那个没啦，即卖啦，健保也个，你若卖伤奢侈哈，健保第一次自己上，第二次就可以免费的，第二次可以免费了。
可以健保出啦。所以我们啊，但是人拄着你都爱扛啊，哎，啊是那伤侪太多吼，太伤侪肌啦吼，你爱承受侪肌，干脆就把那些血管通通换掉，五条啊，拢剩五条，啊把遐血管吼，看要用人工的，啊是要摕迄个脚腿的来去补，哦，有个人讲哇，我摕倒位的来补，啥啥，迄就是伤侪黑啦，你要放那么多支吼。效果也不好，啊、就要开刀，啊、开刀就把那些血管，一支的血管都搞换掉，我看都是个下都搞换掉去啊，哦，五条，上最换五条，啊，遐差不多一左右，啊，你五条，哦，这就是心脏的开刀啦，哦，开刀就是啊，那会动，那刚前几年伊就开剪开，你就好去啊，哦，好，哦，这就是咧讲支架。支架就是安尼啦，吼，安尼扛的啦，吼。哦，啊，这拢有怎看的呢？伊用急性心肌梗塞啦，是不是？用这款的吼，未啥的名啦。不是。无要紧啦，这就是要讲吼，咱迄个支架，无咱唔是支架，咱迄个绳啊吼，迄个导管，一直放到那个地方去，哦，啊咱。血液，咱的药塞入去，啊，再来翕相，啊，翕来讲啊，对起，脱的，安尼个啦，唔是逐支拢去撑啦，到遐搞伊伫中关头，就是在那个开口，总开口的地方打药进去以后，那你就晓得哪里在阻塞，啊，欸，对，迄就是叫显影啦，即，這个咱用的即个药啊吼，是 X 光，诶，显影剂，诶，即个药啊。就是一双玫瑰，啊，所以唔该变这个出来，唔该变这出来，这个管哇，对这管里面啊，对有特点，我来管里面，啊，到家棒棒，啊，到家无去，啊，就打，哦，对，让马上诊断出来，这个就是，哎，哦，所以这可能怎样讲，你坑支架，啊，是到底是咧坑什么支架，是不是？吼，哎，大家一知识啦，怎样讲，哎，这到底咧坑支架是安那，就是用安坑的啦，吼。迄，那个细口，迄是要甲塞入去的，啊！你啊甲经开，就家己膨胀起来，啊！哎，伊迄一支啊，当撑开，哎，撑开就当定开过，啊？啊？哦，迄另外，迄伫迄少少的变10%的内底，迄就是二尖变、三尖变的问题。哦，拄仔食你讲卡袂吧，即爿迄较少啊，即爿较大部分，90%拢咧讲这啦，拢咧讲冠状。啊，你咧讲迄有，但是迄即爿足少个，嘿，即爿啊，哎，就是你个血管吼，迄个高血脂啦，是不是啦？哎，也慢慢来来塌啦，哎，会紧会来塌啦，吼，哎，有啦，迄堪哎，古早人无通食嘞，佫有通食较好，互你心脏个油伤济。哦，古早人敢唔去讲咧，啥物扛支架？古早干那艰苦，就是迄个风湿性心脏病而已。哦，风湿症、风湿性心脏病，对感冒引起来啊，啊，你又无好啊，迄个 virus， 迄病毒细菌走对心脏，变作迄个心肌炎啦，现在啊变形啦，现在啊，即摆医药发展哦，现在医药发达了以后，没有很那个病比较少发生了哈。哎，风湿性心脏病比较少发生。啊，这是啊无痛哦，爱讲无痛的症状啊，可是翕起来你看，哦，怕到这，那是塌的，哦啊，所以就会当塌的了，啊，就给他放一支支架，啊，就 OK 了，就好啊，啊，就那个就要瓦零了哈。好来，心脏讲了啦，您哦。高级班哦，高级班的哦，来 ，People of Taiwan， 这里 ，People of Taiwan 是咧讲啥？正台湾人对吧？对吧 ？People of Taiwan 正台湾人，啊啦 ，People on Taiwan 呢？在台湾。哦，这要搞清楚哦。迄，那个旧金山合约哦，是拢咧讲这個。
people of Taiwan。啊，那迄个 TRA， 无，迄个台湾关系法，啊是啥物？上海公报在美国看哦，台湾关系法是咱美国的国内法，伊咧讲的是咧讲啥 ？People on Taiwan， 唔是干那咱 of Taiwan，people of Taiwan， 住伫台湾的人，伊迄、那个迄个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拢包括哦，迄、那个马先生啦、啊。啊，像因遐拢总住伫遮的人，拢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哦。啊，迄、那个因遐的公约吼，什么一八一七公报啦，什么啥啦，拢咧讲遮两边的中国人吼、哦。秘书长，我跟你讲遮过未？两边的中国人什么啥啥？哎、欸，是咧讲他们中国人呢？那是 people of Taiwan。哎，记了，记了，这叫英语跟他差一字，这是属 on 跟 off 安尼尔吼，哎、哦。欸哦，啊，这等我讲过啊，哈 ，Chinese Taipei 翻译做啥？翻译做啥 ？Chinese Taipei 啊？外国人未跟你讲中华呢，外国人伊干哪跟你讲中国台北呢？哦，中国台北，啊是什么时阵叫做什么时阵叫做台北？咱这中央有省略嘛，哈、哦？来，有一字字，我要跟大家做下来，我读一下，这里。来，你读啥 ？Excel， 这日本头发。嘿，我对啊，对啊，无唔对啊，这日本头发，正式英语的头发 ，Excel，Excel， 啊，那日本留学的拢读出去读 Excel， 哦，啊，无啦，不一定啦，人惯习就好啦，人读日本的，人读日本册，伊拢讲 Excel 啦，吼、哦，啊，那正式的英语叫做来，大家做一读一摆 ，Excel。Exile， 重音在头前。Exile， 哈 ，Exile 什么意思？Exile 就是离开本国，本国离开本国叫做 Exile， 离开本国，这叫做 Exile， 来，这个 Chinese 台北中减几啊字啦，去予省略掉去。来，这里是 government， 来，这里有这 government， 政府 ，government， 哦 ，government in exile， 它是流亡政府，哦，流亡政府就 government in exile， 流亡政府就是 government in exile， 来。啊，隆重叫做安尼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是安那较无要讲 in 台湾，啊，较无要用 in 台湾。我细汉哦，气啊呢，敢若讲你中华台北，啊，我住台南呢，我住高雄呢，啊，是安那讲都变做台北个，咱拢都变做台北个，啊，是安那。对，哦，这大家高级班啊，这拢爱知影哦。当然是流亡的，一定要用 city 的名称，哦，有讲过了 ，Korea in 上海，拢都爱用那都市的名吼。哎、哦欸，高级班这呐，无还是无及格哦，哎，证书未使念哦。开玩笑一下哈、哦，对，哦，要用城市的名字哈，哎、哦，你流亡去对一个啥？哦，从那个西藏啊去德兰萨。哦，伊嘛是就是流亡去遐，对，这拢当看。哦，啊，这中华台北一词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取其头尾缩写。这个名称的精准是展现 ROC 在台湾的国际法上真实的法律地位。因为法的地位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In 台北，哦，流亡啊，中央个无去变作 Chinese 台北，哦。啊，这里我大概是哪点不能？来，这里读一下 ，Bambra， 基本上这个，这时候诶，差不多六七个月前个代志，还是一当前个代志。这是英国经济学人报报的哈，英国的叫做
笨拙，就是常常犯错误的人，叫做 Bambra、哦、常常犯错的人、哦啊，是安那？伊、那个美国、迄、那个、迄、那個、英国、迄个《经济学人》报告写讲，马那曼布拉，迄只马那曼布拉，迄什么人？恁家己讲，人伊就写伊个英语写安尼哦，马那曼布拉，哎，真正报安尼呢？哦，咧报经济政策啦，讲台湾的经济政策开始咧行倒头路啦，哎，真正开始咧行倒头路啦，啊，所以。来，来，我咱是到三点四十，还有时间，这个可以讲完。哎，那等下再来讲迄、那个，赶紧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现在台湾政府的浓缩，我再来讲一下哦。无吼，那无浓缩起来吼，去讲讲吼啊，你讲一两点钟，人家你讲。啊，我听无啦，你讲个啰啰长，讲一两点钟也听无，咱就看会当用迄个较短的时间啊，甲讲，然后十五分、二十分甲讲，互伊讲啊，哎、欸，你咧讲有理，啊，你唔敢先讲吼，啊，无你若讲个一大堆啊，人家讲啊，你讲我拢听无啦，讲个一两点钟啦，哎、欸，对，哎、欸，勿紧，等下较来，啊、来，即、這个什么什么是迄个 WHO， 什么是 WHA， 啊？世界卫生组织是对几例 ？WHO， 哎、欸，啊 ，WHA 是啥？迄、那个 A 哈 ，O 是 organization 机构 ，organization， 啊 ，A 是 assembly， 就是迄、那个。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O 这就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哦 ，organization。啊，个另外这个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哦，就是迄、那个一当一办五月，连要搞了五月，啊，在第一礼拜、第二礼拜，就是迄、那个 WHAA 这个会议，就是 Assembly 这会议啦，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193个国家的卫生局长、卫生部长，拢伫日内瓦底下咧开会啦，哦。哦，啊，我为着这吼，我去六七档呢，拢带队呢。啊，美国的医生啊，来欧洲的现在，哦，我就带队。我早还未去的时候，我去六七档啦。啊，我还未去的时候哦，因遐哦，因遐拢安尼，迄个无声的啦吼，也是白啊，抗议，啊，就贴一个白啊 ，under protest 吼，抗议现在。啊有，啊，阮提供啊，那是办法，干那当只唱歌哦。台湾转型哩，台湾转型哩，也排啊规定啊，安尼来唱啊，记者来吼，外国记者来，哦，伊要翕啊，阮就一直唱完听。啊，因若走，我爱大家休困嘞，等下嘿，等下再过来唱，唱完听哦。哎，逐当阮就拢去哦，我去困啊当，我退休了就无去啦。啊，我无去，当讲过讲连观察室也袂当入啦哈。好来。好啦，啊，这吼，哦，这过来，这阮去吼，知名人物，这我嘛吼，啊，这个家己的迄个涂新哲，哦，涂新哲，你知影家己的迄个立委，啊，这迄个长老教会总干事，啊，这个啊，不是罗荣光牧师，啊，佫过来迄个因老爸。因老爸较出名，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吴树民、吴秋民。因老爸就是讲啥？哎、欸，大人物呢？因老爸吴啊？对，吴三林，因叫做，这个嘿，吴秋民对，迄个吴秋民哦。啊，这个来，恁要一个，这是什么人？对啦，迄阵都在做迄个异界联盟的秘书，迄阵在做异界联盟的秘书，迄阵那个高金啊，我娶了那个叫高金啊，人即马请啊吼，哦，伊即马做你不会请啊。啊来，
我向 WAJ 扣关再失利了哈。啊，这个人哈，扣关失利了。啊吼，我等下放一个迄个音乐给恁听，不是音乐啦，一段讲话。等下要不到。迄、那个吼，吼、哦，听到中国吼，迄、那个卫生部长说高强，台湾固有领土，我是啊，怎么血脉相连？是不是讲个老对啦？哇、哦啊，台湾的人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你听下对袂啦？哦，我下句袂恁咧扫，我伫旁观时吼，我怎起来发话声？来呀、啊，来呀、啊，就是讲白话啦。嘿，啊，咱才谁来搞你啊？你联合国的警察呢？哎，随来掠去，啊！但是掠去吼，这第一版的啦，啊！迄、那个《中国时报》啥？哦，我变做第一版的人物，我一生都啊几版，这报纸第一版，第一版的了啦，这两版，伊讲哦都呛声嘛，我去啊呛声啦，哦，伊讲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哈哈，啊，就是报纸第一版的啊，第一版的有我啊，啊，这阮教会公布啊啊报了哈，啊来，哦来，这条恁有看过这条衣啊？有现场看过这条衣啊无？哎，恁都唔捌去日内瓦呢？去日内瓦一定要带去带去这条衣啊呢？这条椅子就是联合国的万国公头前的一条沙卡椅啊，这啊，哦，对啦，这得啦，因为那个时候哦，这个三角椅是有代表性的，因为那个地雷世界为了反抗地雷组织哈，地雷，有无？你爆发那个地雷，哦，啊，这个就是讲叫地雷爆起卡去啊。啊，底下底迄万国公头前的一个迄、那个，哦，这应该呐去澳洲佚佗，拢一定会带到这个地方啦。哎、欸，我去过日内瓦，一定会带到这个。可是，在2007年那时候，那一两年是在修理，可能那一两年去的人就看不到哈。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就是万国公的前面一条十二。公车的断脚椅子，三脚的吼，啊，这三脚椅子啥呢？是瑞士的迄个，在伊个纪念地雷议定书正式生效而创作出来的。他亲自为这座塑胶起了一个小标题，叫“有尊严的活着”。因为迄种等迄阵，很多人被那个地雷炸得两脚没有了，一脚没有了啊，所以在联合国总部万国公前面用了这一则，让大家记得。这个地雷以后不能用了，哦，议定书就是讲以后不行用地雷了。啊，地唔知影爆雷就是断脚断手，啊死也阁袂要紧，啊干那断脚断手你就足惨咧，规气死咧较紧啦吼，较好啦。啊，干断脚断手足歹过哇，足歹过哇。并且是说，椅子的断腿就象征人类因为地雷爆炸而失去的肢体。啊，这个李孔孔信尼二月二日重新安置。我讲李孔孔信尼，这个迄、那个中间有两年是无了，阮有中间有两年去无这个椅啊。哦，啊，这个因为每迄个老百姓都是拢伫拜古灵嘛，拜拢一定拜哦。五月第二礼拜、第三礼拜也拜，举行那个是 WHA， 就是近目前193个国家的卫生部长都要去那开会，哦哦啊，这我们台湾去的欧洲来的，咱这个 People of Taiwan， 加上 People of Taiwan， 大概世界千里迢迢都挖来家，啊，那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做会啊商讨，看明天哦，明天早上要去摆旁听证，啊旁听证摆了，因为爱去摆啊，透早去摆啊，无中国也派那个留学生。看我们唱啊，哎、欸，啊，咱若无透早去吼，咱排袂着旁听证，差不多50张尔嘛，啊，所以我咱变透早去排吼，哎、喔欸，啊，就咱的策略啊，直接讲啊吼，吼、喔，来讲哦，来到伊什么人几点就爱去，什么啥，啊，去遐签单吼，拢伫迄个旅社遐啦，伫遐咧开会啦，啊、喔，所以我讲我们太太有做伙看麦去，啊，这个是迄、那个。啊，无啦，宋楚瑜，
骨科医生、卫生署长啊，叫做啥？我就是负责名，忽然间袂记。卫生署长，骨科的，不是侯胜茂，侯在熬了。侯胜茂啊，他太太也是眼科医生了哈。哎，好啊，这个涂锦泽啊，拢有去了。啊，这个像啊，这个张富美。较早迄个蒙藏委员会还是什么啥个吓？啊，这个嘞，这个林六芳，这个像那个超马选手，林立杰。对，林立杰，哦，林立杰，嘿，迄个有啊，拢有看阮做一起啦，哈。啊，来，哦，林立杰，啊，这来，我用较紧嘞。林世嘉啦，林世嘉拢一阵拢一阵伊在做迄个秘书啊。好来，我是咱开翕一张呢，这个啦，我过冬搁去吼，我看到这个啦，无这个假掠鱼的啦，啊，假掠鱼的啦，啊，我就叫伊讲来，甲翕一张，叫阮同事甲翕一张迄落，甲伊做伙，迄旧年假掠的啊，哦，你看我电话，迄旧年假掠的迄个啦，哎，就是这个假掠的，啊，阮这吼，你看大家好个在，清着旁听证，哎，不是。我是唔对去，遐是唔对去，较袂回得来。来，这吼，好，大家你看，欢迎啊，签着旁听证呢。五十张了签着，才会当入去旁听席，才会当入去。迄个到迄下晡要开会嘛，一点较迄 WHA 要开会嘛，啊，所以迄个我已经领了。旁听席，伊个旁听证领了，赶紧去万国公头前去啊！哦，开始唱歌啦，什么啥啦，抗议啦，啥吼，那个拢伫啊吼。好，来，这里边这旁听席遮，吼，来，迄个旁听席吼，啊，咱就要加入啊，即摆中国卫生部长高强，伊就来讲，吼，你袂杀人啊，这台湾唔免加入啦，这台湾拢我咧照顾啦，来你。来，甲放这嘞，看会听到大家配合未？真正咧听会配合嘞。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台湾虽然至今还没有实现统一，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海峡两岸民众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是密不可分的骨肉兄弟。中国政府始终关注台湾同胞的健康，愿尽一切力量维护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只要是对台湾同胞健康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并且一定要努力做好。我们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算计！啊，听了拢佩服啦，真正，哦，大家头壳有诶无？啊，真正听了拢佩服咧，真正。血脉相连啦，金华哥啦，啊。来，上不走。还有你对了吗？啊？啊，我还转未过。好来。哦，这张是拄仔只遐咧讲诶，啊，即卖来。加油 ！Go go go！ 加油！加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台湾真先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台湾真先兵！
这拢美国来啊，澳洲来的所在，哎，啊，逐摆去都拢落雨呢，走五摆走四摆在落雨。这些话是在意呢，不是讲安尼啊？你看一只股啦，我都爱破破破破是在意呢。八诶六点去啊排队排到八点开始做到九点，你啊就旁听整了。啊九点开始来吃，爱做到十二点，啊等下吃便当，十二点等下吃便当，准备要七点要入去，咧血脉相连呢。好，啊，这就是我一直较紧的先。哦，二空空一个，二空我从二空空跪落去啊。迄病院吼，是啊，足侪人要去呢。我拢伫这个期间吼，啊办迄、那个。十四日的迄个澳洲旅游，啊，中间这三日院长给的公假，哦，安尼，大家嘛去，哦，我讲，这摆会当五十个呢，啊，都五十个，大家去参加报名，因为三天公假，我拢分公假去啊，所以，吼、哦，大家足热烈嘞啦，啊，这是料，这陈丹良吉啦，哈、啊。但两只，即我啊，即图形的，即有呐要去吼，要加入即个吼，我都事前计划啦，什么啥，规个拢爱吼，啊来要对要安那，那个要计划很久了吼。来，即卖存那个40分尔啦吼，咱来开始来讲，甲恁整理一下这个华理了吼。恁上课了，这个华理不清楚吼，就不能毕业哦吼。来，军事占领，哦 ，military occupation， 军事占领，哦 ，Russian，transfer 是移转 ，sovereignty， 哦 ，sovereignty， 来，不能移转主权，哦，这绝对，这是国际法里底的，哦，军事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来，第二。占领国必须承担及履行保护占领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义务，因此不得对占领地人民危害人权，以及对占领地人民及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侵犯权益或移转所有权。哦，啊，这个流亡政府敢有甲咱安尼？无啊，拢甲咱做。即摆去美国开会吼，咱主要我一直咧甲美国斗，咧斗啦。你帮我台湾人。即、这个伫遮咧过政治炼狱中啊，吼、哦，你甲阮占领个啊，迄个你美国甲阮占领，啊较你较用吼，迄、哦那个第一号命令有无？迄读过未？哦，第一号命令，拜托臭头仔来，好不好？蒋介石啊，讲了上快紧，拜托伊来占个啊吼，嘿，来，这几条我讲个吼。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所以因这流亡政府骂因要就地合法，世界公法里底未当，迄个未当吼，不能而在流亡地区自行管辖权。来，啊，占领国必须避免及人口的移入和移出占领地区，以改变占领地区人民的组织结构。啊，1949嘞，遐难民拢从来，哦，什么因讲我做农民啦，吼、哦，拢从来，迄拢违反国际法的。来，啊，搁一点，1946，这个有一道命令，讲
哦，来，我给你先读一下。国籍的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跟 legal 合法，哎，都系咱家己意愿呢。可是咱是日本国籍，我是本来是日本出世的吼，我迄个小家留落人，小家，哎，好、哦，好有影，哦啊，你肯讲呢，嘿，你肯讲。嘿，啊，用一道命令把咱改做中华民国的人啊！好来土地吼，世界土地分作两种，一种叫做领土，一种叫做殖民地，吼、哦，哎，那迄个 territory， 哦，领土就是领土啦，啊，咱要甲形容做固有领土也好。要搞这神圣不可分割的，哎，啥哩？就是领土就对了啦，领土袂当分割。哦，啊 ，colony， 迄个殖民地会当。迄阵，迄个1895年，迄个日本跟清朝战争，战输了，清朝将即块台湾迄阵是啥物土地？连殖民地都无，拓殖地。对了，拓殖地来，佮变作殖民地哦，开垦了啊，佮变作殖民地。伊当迄阵，迄、那个高沙同胞迄阵拢也袂嘛，你有看过迄图？迄只人呾谈嘛，迄吼，啊，伊去征服高沙族，台湾佮变作殖民地，好啦，吼、哦，啊，殖民地，所以迄阵是拓殖地，会当割让，所以清朝割让给谁？天皇，哦，天皇会噶。爱挂号日本天皇哦，哦，啊，咱甲咱变讲日本怎？事实咱来遮读册，甲知影讲，即个政府啊，含天皇无同款的，无同款的吼，没不同的。天皇和那个日本政府是不同的啦，吼、哦。来，哦，殖民地啊，含领土，土地是分作两种，恁来记，恁来要甲人讲，土地有两种，殖民地可以割让，可以移转，领土绝对不可以。哦，安尼啦，来，这个1895年台湾是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这个这是 territory 不可，这怎条件啊？不可被割让的，我直接写你写啦。哦，这是不可被割让的，就是咧讲这个 territory 领土。哦，好来，啊，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输了以后，将这四个地方割让给美国。那时候这边都是殖民地，新民殖民地，那个 Puerto Rico、Cuba、Guam 哦，关岛 Guam 啊，菲律宾州的这个哦，这我用了个叫条件，一这四个都可以移转，因为我读个记号，这是殖民地。可以移转、哦，所以咱要讲公法律吼，都讲，这世界公法嘛，殖民地开始，啊，我那是领土，拢未使当人啦，世界公法就是安尼啦，哦，来，咱迄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嘛，对吧？哦，唔可以当清朝挂号日本天皇，好啦，这是中间差一个吼。这个我等下甲你讲，你若无讲，敢若用空嘴白舌咧讲，哦，美军来占领是甚物条约下的？我来甲各位说一下。啊，美军迄、那个美国行政单位应该协助原告的要，咱原告就是咱台湾人吼、哦，去甲告遐吼。好、哦、来，即、這个就是所有迄、那个日属，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美战。这有读过了哈，你是安那个要主张安尼？
你是安怎甲要主张安尼？是安怎？不是是安怎？甲是日本的？你要主张日本的？对对讲的，对对讲的。咱这个头壳爱讲个星座，这块人吼，是1895挂号日本天皇哦来，啊挂号以后哦，是安那美军占，我来解释一下。来，伫迄、那个旧金山合约吼，这大家小可参考一下，这个是我对迄个原文去甲抄出来吼，拢总27条啦吼。啊，就是1951年9月初4到9月初8开会啦，开五日啦，4、5、6、7、8开五日，吼、哦，伊伫迄个旧金山咧开会，拢总是有迄个52个国家去开啊，吼、哦，伫即个时间五日开了到尾仔日开始要签约，就是咱咧讲的4月初8签约，即个9月初8签约，伊开会尾仔日要签。拄好有3个国家无签，就是苏联、波兰、啊含捷克，三个国家无签啊，所以这个旧金山合约有几个签字？49，签约啦，签约49。啊，不，迄个旧金山就是合约吼，他签完以后，你要回去让你的国家的国会通过哦，然后再寄回来才做。历史承认的，可是这中间又有三个国家哈，印尼、哥伦比亚、卢森堡三个国家因国会不批准啊，所以因无个寄回来啊，所以有效的是结果是啥？原油落骨落去，吼，本来是50年吼，52，啊，即摆剩46国，这个46国吼 ，ROC， 当 PROC， 这个 PROC， 这个 P 是 people。哦，就是人民共和国，嘿，这个 P 就是 PROC， 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啊，这是 Republic of China， 都不在46国中间呐。所以旧金山合约哈，无论是 ROC， 无论是 PROC， 都不在，都没有看这个旧金山合约一点关系，看起来哦。讲完掉，讲会使讲开起来，我阿姨话我也唔捌的，我过来慢慢来学，哦。看起来无关系嘛，看这个看 ROC 跟 PROC 哦，旧金山合约拢无因的分啦。好来，全部旧金山合约拢总27条，哦，这个27条的内底吼，都没有区分到天皇啦，看对一条有讲到天皇啊呐。这个土地是啥个？台湾这个土地是啥个？天皇的啊，有甲区分无？那个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甲讲你是第一行啦，你是第一安啦，拢无讲天皇的权利啊，拢无呢。所以这个土地啊，啥个天皇的，哦，也个天皇的。啊，当然是这个旧金山合约有关的两条，跟咱台湾有关的，就是第二个美，讲那个日本，哦，这必须要回到那个必须要 renounces。哦，放弃啊！哦，这里是放弃。All right， 红的，我对红的，就是这个一切权利。哦 ，title， 称也是对，权利名义 ，title， 权利名义。啊 ，come claim 要求。哦，所以日本放弃对台湾，这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澎湖岛 ，Pescado 是澎湖了，一切。权力啊，这个名利，权力名利啊，跟这个 claim 要求，哦，我有用的是，就是迄翻译啦，一字的翻译，哦，只有第二条 B 有和台湾有关系了，哈，哦，啊，搁一条，23条，哦，这个 Article 23第二十三条，哈，第二三十讲啊呐，讲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讲个足清楚啊，台湾这块地是主要的占领功呢。哦，是啊，那个闽占，讲伫遮，是啊，那个日属，都要个天皇的啊，
咱的论述伫遮啦，咱来讲，知影即个日俗美谈是到底是安怎？即拢有，唔是讲干脆无止，乌袂画画，就是袂使国际法，你袂使讲，你讲伫对是六无的，伫遮写来，吼、哦，诶、欸，咱大家整理哦，你写起来，你有哪安尼别日啦要含人讲哦，你就会较吓吼、哦。啊，所以啊，迄、那个台湾是啥？迄个流氓政府是啥？这是美军委托伊的啦，吼、哦，伊叫做美军是 principal。啊，迄个 ROC 吼、哦、是 subordinate， 就是次要占领国了吼、哦。啊，现在开始次要占领国，就是这啦。MacArthur， 伊吼伊毋是家己决定的哦，伊是吼参谋联席会议领定定了，伫1945年8月17日甲送予美国总统托尔曼，啊叫托尔曼批准。啊，托尔曼，这个美国总统托尔曼，授权麦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日发布，并且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啊，叫伊来在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哦，哦，但是因这中国人就是变安尼啊，变功夫啦。啊不，世界名，咱咧行法律哦，就是讲，啊你讲一下，你到底对这讲法啥？唔是嘛？你是这个麦克阿瑟诶，这个第一号命令，甲你刷转来尔嘛，吼、哦，吼、哦，甲你叫你来代替，唔是接受伊的投降，诶，吼、哦，咱拢有读过，迄个接受投降，伊干那占，迄个蒋介石干那伫台湾尔呢，点伫台湾尔？越南嘛是伊接受的，北越也是伊，迄、那个这个命令内底，唔是干咧接受台湾呢，佮接受迄个北越呢。无，北越有去，啊有去吼，无咩啊？北越有哪个原因啦吼？第一，北越迄个土产哪些大项目？哦，无啦，迄、那个贫瘠啦，国家无钱啦。啊，台湾物产丰富。啊，第二，胡志明厉害。胡志明吼、哦，伊赶紧去联络英，伊就法国。哎、欸，伊讲，伊去甲骗法国讲，来，我阁转来你的迄，啊，你甲我赶这个，伊怎样走？啊，怎样去吞打了半当了？啊，这所在都啊，无啥通跳的啦。好，伊走。是安尼走的呢，啊，台湾好啊，这所在偌好嘞，糖啦、米啦，啥一直送登去因中国啊，唔是大陆，袂使阁讲大陆啦，讲爱罚一千嘞，哦，阁送登去中国，啊，越南、北越遐吼，物产不丰富，无米，所以伊昨啊，阁法国出来咧讲啊，放弃，伊较贴地呢，伊有去、那個、有去北越呢，啊是安尼伊贴地，吼、哦、啊昨台湾，啊阁了吼，哇！1949，ROC 拍输 PROC 啊，啊，咱变作规个走路来遮。啊，搁一点哦，啊，等你讲，这啊，无啦，迄个美国个在啦，美军个在啦，摇船啊人来，迄个美军个在啦，无摇船有在钓人在啦，伊都无迄个啊。啊，来，即摆我讲赶紧，无啥时间啦。美国为日本台湾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啊。盟军的占领区，伊就是分配蒋介石去北越啊，台湾哦，你来啊，日本诶、欸，我来，日本的美国家己来哦，倒位是倒位对，迄拢美国咧分配，伊有迄、那个，伊有迄个管理人去分配，伊占领国吼。哦好来，哦，这个介要紧，这个介要紧。1945年4月7日，这个是咱论述的内底上要紧的一点。因为啥呢？咱台湾这个1945年4月7日以前吼，也阁是啥物地 ？Colony， 唔是 territory， 哦，唔是领土啊，是殖民地呢，殖民地呢。啊，伊吼。哎，日本厉害呢！伊吼，伊唔是，伊要皇民化吼，伊唔是家己讲哦，凊彩安尼，哎，伊照国际法，
伊北海道伊嘛是照国际法去甲规做伊日本的领土。北迄、那个北海道嘛是迄个殖民地，叫日本占去，啊伊个繁民化，学日本话了，啊卡变作日本的领土。啊台湾伊也是照这部照国际，伊请迄个美国的迄个国际学家来讲，啊免啊台湾免啊变作土地，伊讲啊你都哦。迄、那个高山族安那去用了，迄土质地建立了变作殖民地了。啊，你个爱个迄个皇民化，大家拢改姓啦，啊，语言读啦，啥个啥。啊，我嘛不是，我迄阵日本时代，我嘛不是叫做庄民雄，我叫做有是哦，庄家雄，嘿，哦，嘿，甲改啊。啊来，这个要紧的是哦，就是这个绝对爱讲到这个1945年。四月初一吼，即、這个咱是本来是殖民地，因为日本天皇下诏书，和迄个明治宪法入来咱台湾，较正式台湾变作正式的日本国土。较早去做兵的叫做义勇军，叫做军夫，即四月初一以后去做的变作皇军，哎，变作皇军呢。哦，就是变作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哦，就是领土来当安尼嘛。哦，啊，你若要讲个，就固有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啊，这些拢形容词啊，不要紧。领土就是变作领土啊啦，变作日本的领土哈。明治宪法咯，咱哩阵是明治宪法的台湾，明治宪法哈。来，我去查哦，就是对1937到。1945，这个八章，伊皇民化，1937年才开始皇民化，讲日本话啦，什么教育啦，什么啥啦，1937开始，到1945，这个八章的内底，伊才皇民化，较袂使讲一个咯啊，今日来讲啊，明仔再讲哦，国土变作领土，八章，国际法袂使安尼，啊，日本厉害，有照迄个国际法。一项一项去解决，吼、哦！伊无黑白讲啊，一道命令就甲你变作你是啥？无，伊拢照国际法来，哦。所以1937到1945，伊真正有心咧建设台湾，咧下吼，真正迄阵都啥物大项起个，啥物啥，拢真正咧下啊。所以伊变作1945年四月初，天皇下诏书讲，这是。明治宪法实施于台湾，明治宪法实施于台湾，就是台湾变成日本的领土。哦啊，这要讲到，按你来讲吼，按你开始清楚了。哦，哎，哦，1937年了哈，啊，迄个是1937到1945啦，这是实在上是1937到1945。好来，啊，拄仔只有讲过啦。所以去台征兵，就是有主权的象征，唔该当征兵。啊，有参政权，有参战权。啊，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的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样啊。那阵哦，有甲咱讲，辽东半岛头下毛挂号日本，会使挂未？未使，因为是领土，中国的清朝的领土，你未使甲挂哩。乖乖，个便宜，啊！看以前赔唔知10万，那是偌济银钱哈，银哦，迄是哦。所以咱看那个来，我即摆讲到遮，搁一个要紧的问题要向他讲一下。你在什么在1945年4月1号以后，你再怎么样要分割台湾，可能吗？别当啊！咱这是国际法，已经是变作日本的领土了。哦，是安那？你可要主张讲咱这是日本？唔是咱主张啊，是事实上咱去发掘起来就是安尼啊。唔是咱主张讲啊，日食啊，美战。美战是甚物人个在？拄啊只旧金山合约23条有讲啊，美国是迄个主要的占领全国嘛，吼。哦，迄美战，伊是 USMG（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迄、那个美军政府来，吼，所以咱咧讲日食，就是我只一直咧解说，是安那开日本俗个，啊，可是到已经变领土了啦。你搁看什么迄个什么开罗宣言？开罗宣言伫当时2年前1943，
开罗宣言讲台湾要恢复，你阵咧讲台湾一个是殖民地，也可能会当哦。哦，伊啊讲讲是讲，伊啊要未结束啊。啊，迄、那个波茨坦呢？波茨坦哦，是1945年7月，偌济？26。日本投降之前8月15投降，啊，咱是4月7变作领土了。伊7月26，波茨坦。波茨坦，我那顺带底有哪有记录？我看一下。哦，这是另外个讲一项代志，等下个回转来。这个委任战人授权书哦，1979以前美国承认那个 ROC 嘛，伊是流亡的美国承认嘛。哎，你1979是跟台湾，跟 ROC 不是跟台湾，跟 ROC 断交，跟 PROC 建交嘛。哦，啊，所以建交起来，伊就赶紧用一个法律来赶紧来台湾甲固掉嘞。伊用 TRA， 就是台湾关系法。赶紧，1979年，伊赶紧去用一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哦，啊，无可能台湾同意啦，伊在伊国内，伊占领的，伊在行哩啥，哦，来，伊甲迄阵甲1949年流亡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来替代啥呢？麦卡萨的一般命令，一般命令是啥？一号一般命令是委托蒋介石来接受，哦，接受台湾这个嘛，哦啊，这个叫做 Douglas F. MacArthur， 哈，这是这个，咱讲叫做麦帅了哈，麦克阿帅，MacArthur， 这英译大概是 MacArthur，MacArthur，Mac M A C 啊 ，MacArthur A 啊。Arthur MacArthur， 哦，麦克阿瑟，阿像阿帅，麦克阿瑟，好 MacArthur，Mac， 来，这个活几岁？MacArthur活几岁？算看卖啊，啊，84岁啦，哦，伊活84岁，1888到1964，哈。诶，足出名诶嘛吼！伊个麦阿瑟，伊个分水岛。1979年4月10号，1979台湾关系法1949年4月10号才发生，但是伊就爱因为伊个迄个一月初伊跟中国建交，伊赶紧追溯到1月1号，吼！伊说台湾关系法4月7日，伊搁追溯去到1月7日咯。伊是最熟悉的哦，啊吼，臭头啊好运啦吼，拄啊好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啊韩战爆发吼，因迄个美国啊吼，有若看到迄个共产党，有若惊到要死啊，啊即个个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我即嘛记较足清楚吼，哦迄阵都反攻大陆去，我迄阵拢咧唱这啊吼，哎，迄阵都韩战都救着救。韩战都救到伊呢，救到蒋介石呢，哦，蒋介石记哈，哎、哦欸，现在韩战不管哦，亚洲的这上面，啊，当时就是呢，托尔曼才是罪人呐，伊用想讲啊，好，用这个 ROC 来抵抗，迄个 BROC， 哦，啊，迄个美军去到地，人伊咧惊哩，伊一群人来，因迄叫做人海战术，美国吼、哦、真正断袂落去呢。耶，什么叫做人海战术？我都一群人啊，你一直，你几百个人，伊带你行来，甲你攻对你的内底来，你要干安那？扫射，啊你扫袂落，啊无扫射人伊活嘞。所以迄美国有人食亏足侪呢，要断断袂落，啊用人海战术安尼，伊死亏个伊也管你，哦，安尼啊，所以这个韩战了吼。亚洲的事，以前无蒋介石，也要甲请去海南岛，也要甲请去菲律宾，也要甲请去啥？啊，结局对啊？啊，哦，台湾关系法，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来，开罗宣言吼，咱迄、那个1945年是
四月初是咱变作领土，啊，八月十五日本天皇导航对吧？哦，这个开罗宣言是伫这个中间，这个1943两当前啦，伊个大战要结束的两当前开的啦，啊，迄阵开的就是讲啥呢？日本自中国人偷得的所有领土，共同偷的啦，哦，哦，这是内底写安尼写哦，因中国人安尼写哦，写讲。日本自中国人偷得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哦，因迄个开罗宣言，中国办的是啥呢？讲咱会偷的啦，啊，事实讲有影偷的。你正式迄个西蒙罗什下关条约哦，讲作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实在是讲是下关条约，就是日本的迄个西蒙罗什下关。迄、那个日本迄、那个迄、那个所在叫做下关，底下签的，所以叫做下关条约。啊，咱讲讲过是说马关条约哈。啊来，啊波茨坦宣言呢，我都要讲好，记得无唔对，七月几号？哎、欸，这个是讲安尼啦哈。啊，这个波茨坦宣言哦，啊是公告拢给啥哩啦哈？七月二啦，内容在声明三国在战胜这三国啦哈，伫赢镇压纳吉，镇压纳吉以后。这样德国以后吼，一定一定致力于要对付美国，诶，对付日本，吼、哦，啊，来履行这个开罗宣言。就讲啊，开罗宣言就是要将这三个所在，迄个要兴中国嘛，啊，法律上，卡那讲嘛袂惊。迄阵台湾已经四月初超过了，变作领土啊，有摘掉无？诶，伊较慢了嘛，无摘掉啦。国际法内底未当讲你什么开罗宣言有效无效拢不管啦，波茨坦宣言有效无效拢不管啦，就是你都未当啦。啊，对啦，挪死对啦，这讲了之后挪死啦，你都挪死，你都未当。诶，国际法内底你就是已经人的领土，你都未当甲分割，未当甲割让，安就对啦哈。好，哇，诶是够。我告诉你，好，把警方个讲句，来，这张图是啥？啊？这张图是啥？看者，啊？啊？这是一只木头呢？哦，对了，那谁让他背去书店？几？啊？不是怪事。今天吼，迄个南亚海啸吼，是2004年的 Christmas， 哎，哦，的 Christmas， 迄一日发生南亚海啸，哦，tsunami，哦，啊，阮是过差不多13个月了，较去，我有哪去啦？炸药啊，炸迄啊，我去2礼拜去斯里兰卡。这个斯里兰卡是安尼啦，伫遮即块做斯里兰卡，哦，伊叫做科伦坡，伊个首都啦。啊，即块是印度，哦，即块哦，印度吼、哦，诶，北边吼、哦，吼、哦、比人较发达，真正北边。你像讲迄个加尔各答啦，啊是啥物曼美啦，哦，啊纽黑里啦，对啊，新德里。哦，黑比咱家发达足侪啦，可是，迄、那个家吼、哦，善食个，有病就死，无人看医生，啊，下半坡，顶面足发达咯、哦，下半坡是足原始的，哎、欸，到尾讲，哦啊，原来医生就是拢遐大汉的，啊，我去讲，前高当也冇看到医生啊，哦，医生原来这么高大、啊。都是这么高大，我跪到边，我较大汉呢。好，来，我来用一张图吼。这个所在最要紧的是 Madras， 或者马德拉斯。我这边一直要用一个后边。你会当甲调一个后边吼。伫足后壁遐有三四幅图，有一间教会，啊了，我这若一张一张用足久诶，
哦，这个是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的迄、那个计程车，啊，嘿，啊，这个是斯里兰卡，诶，无学校通读啊，无到时拢无去啊，啊，伫拢伫迄个上课啦，吼、哦，嘿，海啸，海啸了，我去，这我去，我翕的，这拢我翕的，哦，伊拢安尼啦。无，我剩五分钟尔，你甲用迄、那个，用迄、那个，我一个。我你也多好啊，我看一下。为什么接不掉？等一下，要干什么事情？原来你是没有关掉。在后面，在后面一点。你先点规，把它重开，把它那个只有几张图，我让所有的基督徒看一下。那个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图片。耶稣基督哈有十二个门徒了哈。哦，啊，耶稣死了，有一个门徒就搞怪，什么？他哦，不是说他是死不相信，多疑了，说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最后那个兵丁提的枪，那个长刀，枪着耶稣的目睭嘛，看死了没有？哦，最后是刺下去，不动了，啊，死了。啊、所以他看到了，说耶稣被戳了一个那个刀，那个枪嘛，枪嘛，堵着那个。啊，这个人说耶稣复活，靠，可怜嘞，没有可能嘛。我亲自看到，我要摸摸他的这个伤口，看看有没有，我才相信他复活。我不然我不。所以我们圣经说可疑的多疑的多嘛、哦欸、那个找不到是不是、啊、我家的气就完了开场了我这跳一跳还很多张呢那个耶稣的一个门徒，其中的一个门徒、哦、叫做多马 ，Thomas， 这个 Thomas、哦、他那个耶稣过世以后，他就来到印度的，刚才我讲的那个叫 Madras 马德拉斯那个地方，在那边传教传福音，可是他最后，他那个印度人也给他盖。教会很有名的、哦、这个教会来也给他盖一个很有名的教会，这个叫做一个 Madras 的教会、哦哎啊、来这个是耶稣的门徒，他说你看看来摸摸看有没有真的有被戳了一刀，对不对？一个征头啊，对不对？耶稣说你来帮看看啊，哎，我你来望看卖咧啊！哦，来，伊到尾吼，嘛是去予印度的人甲拿枪甲射死啊！吼、哦，这个喏有无？射一个枪，安个甲射死啊！吼、哦，也是寻教，也是寻道了，最后也是寻道。寻道啊，伊也迄、那个
遗体伫遮吼，啊来，伊有写讲 ，The tombs of Saint Thomas， 啊圣 ，S T 是圣，圣 S A I N T 啦吼，也简写是 S T， 圣，咱讲圣多嘛，圣人的圣啦，圣 Thomas 是多嘛吼，多嘛，伊走来这个所在 Madras 这个。啊，伊个伊死啊，啊，呆伫啊，哦，伊好，安尼我吼，迄个今仔日到遮吼，拄啊时间也到啦，啊，足侪，那以后若有闲，再搁大家来聊啦吼，啊，非常谢谢啦吼，诶，嘿，多谢多谢，请起立。今日好，谢谢大家哈，谢谢。休困二十分钟。